现在是早上10点 ，Christopher Boyle 他还没有睡醒。每一次呢，他都会很看重他的电话，所以今天呢要恶整他 ，prank 他。我会拿他的电话放在那个鱼池里面，把这个壳呢给拔出来。壳放去水池里面，然后那个养鱼的地方很深吗、啊？然后他上来，他跟我讲：“伯呀，我刚刚帮你弄那个小孔那个电话、啊，不小心掉水池里面吧。”然后我啊，什么水池？鱼池那边养鱼的地方、啊。哼！我冲下去，拿起来电话壳，嘿，有没有吓到？如果电话掉进水的话怎么办啊？是你的命吗？不会怎样哎，其实电话进水不会怎样，你那么紧张。Samsung 的电话进水，你就把它拆开来，然后电话那个电池跟芯卡拿出来，拿去吹干就好了。你又这样紧张，冲得这样害我追不到。哎，看你反应。我还有一粒相机在下面，能够拍到你。我就在那边看，哎，这个相机就在这边，然后我就接着去放。我一放啊，你就不会啊，然后哦，你上来你就这样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就下去啊。有吓到啊？有啦，咦。今晚要不要吓娜娜？你要怎样吓娜娜？娜娜电话壳。用一样的方式啊。我都可以。用 iPhone。不要了，晚上，晚上看不到嘞。不要等明天早上，明天早上啊，明天早上啊，明天早上。OK OK。不是，有吓到吗？有没有吓到？
有吓到，这个有吓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吓到？因为我要回看到乌龟了，乌龟。OK。我是 Rambo，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我们还会上传更多的 video 给大家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要分享 share 出去。看这边可以看到更多的视频，还有留言留言留言，来来来 ，Testing， 现在。